你回去之后也要早点睡觉啊。嗯。晚安啦。晚安。明天见。我不想离开你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想你。你的心跳为什么这么快？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吧？我吗？妈。小白，我能申请跟我儿媳妇说话吗？妈，才第一天啊。哦，没关系，阿姨，您说吧，我在呢。还叫阿姨啊？哦，你说吧，妈。哎。小白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啊，刷牙呢。看电影呢。到底在干嘛呀？看电影呢。小白，这可就是你不对了。你爸呀，这么古板的一个人，也不会像你一样，一点都不浪漫，对吧？对，吴白，这个事你就考虑欠周全了啊。那。爸妈，我就先挂了啊！啊，好的好的，妈妈不打扰你们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看个电影。啊。哦。好啊。那你说我们看哪个电影啊？要不我们看。你还真有心思看电影。睡得怎么样？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？我还觉得我以前一直看的都不够呢。可是我刚醒，我脸都没洗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怎么样都好看。早餐我准备好了，起来吃吧。
吴白，你有什么事要跟我们说吗？其实我呢，有一件事想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什么事啊？我领证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领证了？不是，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下个月。哇！兄弟们，西装买起，走走安排。安排。队长呢？不知道啊，队长呢？嗯，吴白，吴白，吴白。哇哇，可以啊，这身斯文败类啊。衣冠禽兽啊，这都什么词儿？放心，都是好词儿。你们说他会喜欢吗？当然了，你可是我们 KK 的颜值担当，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放心吧，队长，爱情姐她肯定会喜欢。加油。都是礼服啊！对呀，现在的婚礼呀、啊，要好几套礼服呢。我们早点准备，配一配呀、啊，孩子们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好，二位你好。二位是要选礼服吗？是是是，家里的孩子结婚，哎，那给推荐推荐。我是外公，这是爸爸。还有个机器人。两位试的怎么样？哎，挺满意的。哎，我全都要了啊！哦，全要了。那怎么付账？来来来，找他。哦，那好，那我们帮你包起来啊。好啊，外公啊，全都要，这太让人破费了。怎么这么说啊？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的，不分你我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有个朋友啊，介绍了一个家居设计师啊，要不我们两个帮孩子们把把关？哎，这可以啊，孩子们忙啊，顾不过来。哎，但是您不能再抢单了啊。你付啊，我可以跟您分享一点点。走，咱们去喝茶啊。这个我可以请。两位坐。房屋的平面设计图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我现在呢，还想跟二位了解一下我们对房屋整体设计风格的需求。我听说二位新人好像是运动员。哎，是。嗯，格斗机器人运动员是吧？不错不错，我们的孩子啊，都是高科技的人呢、啊，不但是机器人呢、哦，还有人工智能，噜噜的机器人厉害。Hello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家里是不是应该来点科技元素啊？你看。这个，别去了。他们基地我去过，全都是铜皮铁骨的，一人半夜起来一看见，估计吓一跳。不，还是来点温馨的吧。温馨啊。哎，要不
不要我们试试极简风格啊？您看，很受年轻人喜欢，既具未来感呢，又具有家庭属性。极简的，这我懂啊。这里面呢是空空荡荡的，这人都见不着。不要，这也不合适。嗯。那试试中式古典风。中式古典风，这不就是红木黄花梨吗？这太古板，年轻人不会喜欢的。啊，还有啊，太贵了，这不合适。太贵了，不合适是吧？那这个欧洲复古风呢？二位看看。啊，这个，这不就是这蕾丝啊，什么花边啊？这不行。其实这也不便宜，这不合适，这也不合适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二位跟我说一说，咱们具体是想要什么样风格的，我拿笔记一下。就这样子啊。嗯。比方说，简约而不简单啊。那么如果低调呢，而不失奢华啊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温馨中。温馨里面呢带点科技，对，那还有就是典雅中，对，典雅中啊再多一点喜庆，哎，七姐啊，你还有什么补充没有？啊，都挺好，您说的非常全面了，最重要的就是，最重要的是，物美价廉啊，对，甲方虐我千百遍。我待甲方如初恋，待到他日做甲方，阅尽天下设计院。哎，小白你来了，来啊，快来看看你外公的成果啊。成果啊。你跟爱秀快结婚了吗？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忙。所以我跟爱琪的爸爸呢，就预先把你的新房子装修给弄好了。嗯，新房装修？是啊，快结婚呢，这新房子装修呢要提早做。不是还有我哥吗？您先紧着他弄就行。你哥的个性挑三拣四了，我才不管他呢。来，你看看啊。我知道你们那年轻人呢不喜欢传统的东西，所以呢我捡的这个智能。家居啊，所有的灯光的颜色随时都可以变的，还可以声控的。你看怎么样？就挺特别的哈。对呀。哎呀，我跟爱心的爸爸跳了好几次啊。哦。不过我觉得呢，这个颜色好像还可以改一改。嗯。外公，我这套我觉得已经很好，不是还有我哥吗？你就帮他也设计一套，就设计的比我这套更加喜庆一点，不然他又要说你偏心了。对呀，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好吧，趁着我的手热，我也帮你哥哥弄一个好的。那外公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先啊走了。嗯。恭喜你，马上又有一套新的婚房。哎，小外公，赶紧帮手，好沉呐！爸，您来了。哎，外公，这什么呀？这么沉？麻将。哎，外公，我这个一个人待家里好无聊啊，所以呢，来这里呢，你们陪我打几圈啊？打麻将？嗯。啊，太好了，我正想打麻将呢。啊，爱琴，嗯，你会打麻将吗？我看我爸打过，会一点点。哎，等，行，哎，你我，哎，小白一起打。外公。我不会打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外甥这么聪明，打两圈就会了啊！叔叔会打麻将吗？我他不会，他不会。啊，我基本上是不会的。对，哎呀，不要啰嗦，赶紧，一二三四，四个打，哎，哎呀，快点吧，哎。
先说好啊，今天是玩真格的哈。啊，当然懂真格的了。哎，嘿嘿，外公，我们不先聊一下规则还有玩法之类的吗？小白，你真的一点都不会啊？不会，但我可以学。打麻将很简单的，不能缺腰子，有顺子、克子、将牌，凑齐就能胡。对，那给开始了啊！开始，开始。来，咱们开始打牌吧。哎，哎，一万。七副。哎呀，我这把牌真是太好了。打什么牌好呢？啊，嗯，一筒有人要吗？我不要。哎，等一下，外公，我要一筒。谢谢阿姨，我胡啦。哎呀，点炮了。对呀、啊。点炮了。再等一下，我好像也胡了。哎呦，哇，你这可是清一色对对胡啊。这可胡大了，厉害呀！来，继续来，来来，二万，我吃，我杠，六筒，哦，谢谢外公，胡啦，四筒，哎。我胡了，哎呦，我胡了，我胡了，胡了，我又胡了，又胡了！哇，原来大满贯了呀！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今天，哎呀，太好了！你真是胡一天呐！今天呀，外公也累了，咱们就打到这里吧。啊，小琴啊，阿姨去给你买结婚穿的衣服吧。阿姨，你说婚纱啊？走，小白，你当司机。哎，好。走走走走，赶紧的。那我们先去了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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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走了啊。没想到啊，你蛮能配合的嘛。高兴吗？哎，爸，我跟你说，以后你搞这种事情，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嘛，搞得我好紧张。你放心吧，以后这种机会啊很多啊。哎，谁家这个两个孩子？直接给他钱都不要，一定要想办法啊！嗯，不错，记账。遵命。二三四五六七，真是不少。买够了吗？还差一点，明天啊去买鞋。嗯，妈。爱情明天还要上班呢，不能陪您逛了。对呀，人家爱情还要工作呢，哪能天天陪你逛街啊？哦，那小琴，你把鞋号告诉阿姨，阿姨给你买。啊，不用麻烦您了，阿姨，我自己买就行。哎，你就当成全我妈的心愿吧。多少号？36号。记住了，阿姨记住了。老公啊。多好看呀！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鞋码的？你的事儿，我都知道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妈，那我先送爱情回去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小琴跟我住一晚，小白也一起。啊，琴琴跟我睡。妈，那我……你跟你爸挤一晚上呀？哦。可以吗，小琴？阿姨就是想跟你聊聊天，嗯，可以，阿姨。哎，晴晴，阿姨，小白，怎么办？我有
一点紧张，你说阿姨会跟我聊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他儿子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我也没找过女朋友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妈会跟我女朋友聊什么，我真不知道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不说话。我小时候遇到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，我就沉默不说话，他们都习惯了。不说话？可是阿姨跟我说话，我不回答不礼貌吧？没事，他们都习惯了。阿姨。哎，小白，你怎么还在呢？还不去睡觉？我快了。你就放心吧，妈妈知道小琴是你从小就喜欢的女孩子，我呀会照顾好她的。放心，妈妈不会把你的小秘密都告诉她的。你去找你爸爸，好好聊几句天。快去，好好，快去，快去，去吧，拜拜啊！多说几句话啊。那就睡觉吧。啊，睡觉。走吧。嗯。阿姨特意给你带了小白小时候的照片，你想看吗？好呀。哎，等会儿。噔噔噔噔，来，来，这儿来，看啊，这张照片啊，这是他小时候啊，哎，好可爱，他小时候这么胖，可爱吗？这是他5岁的时候，那次呀，我和他爸爸带他去公园，他可高兴了，啊，还有这张，这是他7岁的时候，那一次啊，是我们第一次带他去郊游。给他买了一顶白色的帽子，他可喜欢了，当时就戴上了，可臭美了。笑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担心你妈为难你媳妇儿啊？我是怕她紧张。小白，啊，你妈让我给你上一堂婚前教育课。这个事情吧，我是这么觉得，婚姻啊是一个特别神圣的事情，所以呢，你以后要，伍白啊，你已经这么大了，而且这么聪明，我想什么事情你应该都明白，所以爸爸就别再废话了，啊，要不咱们就睡觉吧。好。这一天又是陪我妈逛街，又是陪她聊天的，辛苦你了，还适应吗？我没关系，适应的。你不也一样吗？跟着逛了一天。
哎，对了，今天白天的时候，阿姨送了我一条项链，她说这是她10年前就准备好的。哦，她还说送给我，就等于是送给你。难怪了。那为什么？自从他们知道我喜欢你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收到过生日礼物。其实我外公他们家那边都是重女轻男的，但是生下来都是男孩，所以他们特别特别喜欢你。啊，对了，我妈跟你说了什么呀？阿姨，她跟我聊了很多她跟叔叔的过去，看得出来，她真的很爱叔叔。嗯，他们感情挺好的。听了阿姨聊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也想起我爸了。我爸跟我妈感情也特别的好，可是我妈去世的早。我妈去世之后，我爸所有的重心就都放到我和我姐身上了。看得出来。所以当我跟我姐结婚之后，我爸肯定就更加孤单了。我们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他的。现在会，那以后呢？会，一直都会。我们就住在上海，一起给他养老。嗯，小白，谢谢你。耳机？平时也没见他戴耳机啊。哎，周一。哦，你说吴白后天就要结婚了，我送他什么礼物比较好啊？咱们都什么关系了？只要心意到了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哎，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是吴白也什么都不缺啊。你说我送他什么能既有意义又能代表我们伟大的友谊呢？这倒是个问题哈。不过我已经想好了。来，吃个苹果。谢谢啊。顺带告诉我你准备了什么。我的这个礼物呢，是我自己手工做的，特别有心意。至于它到底是什么，先保密。你还跟我保密啊？领队，你那是什么？不告诉你。你那是什么，周一？待会儿就知道。嗯。你礼物呢？干嘛告诉我？切！早啊，队长！早啊，队长！队长早啊！早啊！嘿嘿。怎么了？谁先来？我的礼物寓意最重。我压轴，压轴是吧？行，你压轴。什么礼物？结婚礼物。我先来吧。我，吴白，我也不太会说话，就祝你和狗狗幸福美满，比翼双飞，天人进口，子孙繁盛。领队，平时也没见你说话这么老派啊。你懂什么呀？俗是俗了点，但是寓意是好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行，下一个，我来。你这是什么路数啊？这我自己手工做的。队长，你按一下。啊，按这个。啊。哎呦哎，我哒哒。哇。
这个可以啊。我觉得队长啥也不缺了，就缺一份心意，所以我就自己做了这个。祝你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啊，费心了啊，沈哥，该你了。你不说你压轴吗？对啊，压轴是倒数第二个。对。对啊，对啊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怕你们不知道，开什么玩笑？来，噔噔噔噔，什么？锤子？这不是你维修的时候用的吗？你还送个锤子？你别送了。你们理解的浅了吧？这个是有寓意的。从3年前 DT 战队的时候，这把锤子就跟着我，一路以来，它见证着我和吴白无数次的成功，所以它是幸运之锤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了吴白，就预祝着吴白的婚姻一定会顺顺利利，一锤定音。啊，来，队长，一锤定音。确实很有意义哈，是吧？啊。某人就别光挤兑我了啊！看看你准备了什么厉害的礼物。我看了一圈啊，还是我的最有寓意。哦。嗯。备用金。什么？备用金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也太敷衍了吧！你还不如送队长3张按摩券让他按摩按摩呢。这你就不懂了。这是我跟吴白的秘密。当初他找我进队的时候，承诺给我他一半的工资。可我一分都没动，让苏城去成立了一个备用金账户。现在你要结婚了，也存了不少钱了，给你了。这是什么？我都懵了。领队，你解释一下。备用金账户这回事呢，吴白确实是不知道，他以为每个月都把钱存进了沈哲的账户，但其实这笔钱常规来说是属于沈哲的，他有权利支配。本来就是你的。还给你了。这笔钱，一半拿来团建，一半就当奖金吧。真的吗？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吗？快不能呼吸了。哎，你行了啊，钱都没到你们头上，不能呼吸了。哎，别的我不管啊，奖金就算了，团建肯定有我一份吧？要不然咱们就趁热打铁来他一个单身派对怎么样？可以。我看电视上结婚前都有这个环节嘛。哎，这个真能有。泳池、别墅、美女、香槟，啊，这个有，可以。单身派对是吧？泳池、美女是吧？来来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有安排是吧？走起啊！今天可以啊，今天晚上那我们呢？哎，你帮队长收好礼物啊！哎，这个真能有哈！我也想去，我也想去。明儿早上那个化妆室见到啊。明天早上6点。那行 ，OK， 可以啊。哎呀，这个摆齐了啊，是吗？那你们晚上啊早点休息啊，别喝水，喝水第二天容易脸肿，听见没啊，妹妹？知道了。那行了，妹妹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爸，你晚上不在这住了？不住了，都收拾好了，别整乱了，就等明天了。嗯，啊对了，那个沙发前面那些枣啊、桂圆这些东西都是有好的寓意的啊，不准乱动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能动啊！听见没有啊？呀，知道了。真是，嘿，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嗯，好。哎呀，这刚说了别动别吃，你这丫头都不过脑子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我不动。哎呀，真是。行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哎呀，爸。明天换一个不一样的媳妇啊！那这瞎操心这。你回去也小心点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。Hello。哎，老婆，吴白骗人，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单身派对。现在我跟九七两个人在房间里看着他熨衣服，我快无聊死了。哎，我不无聊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养精蓄锐。我跟你说啊，明天挡酒就靠你跟九七了。我知道，但那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去陪我妹聊会天。哎，晶晶，
得，我老婆也不理我了。小点声啊，影响我打游戏了。五百你都运两遍了，你还要运啊？不是，这哥们能运几遍，我真是服了。明天就要结婚的男人了，你不懂。沈哲，帮我那个领带拿一下，我运一下。你又运领带，第五遍了，兄弟。你拿一下呀。啊。那个西裤也帮我拿一下。啊。紧张吗？挺紧张的。感觉昨天还是小时候呢，转眼你就结婚了。我也觉得挺快的。虽然说我们两个已经领完证了，可是我总觉得这段时间就像在做梦一样。我也觉得像做梦一样。你明天就要结婚了，千万不要紧张啊！如果五百那小子敢欺负你，我第一时间打死他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姐，小白他不会的。时间过得很慢，又很快。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明天我们就要结婚了。早啊，外公。在。哎，你怎么穿运动服装啊？我要去晨跑。哎呀，得接新娘子吗？你怎么还去跑步去呢？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哎，拿喜糖干什么？万一路上遇到人，我要发喜糖的呀。跑步还拿喜糖？早生贵子。今天你家有人结婚啊？对，我结婚。哦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啊。哎，吃个糖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什么样的女生啊，能有这么好的福气？一个我喜欢了十年的。那可很难得。哎，恭喜恭喜恭喜！会说话，来来，多吃两个，多吃。哎，太客气了你。我跑步去了。哎，好，拜拜。这么早就上班了？哎，今天我结婚。吃点喜糖。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祝你幸福。我结婚，吃点喜糖。恭喜恭喜啊！谢谢谢谢。晨跑呢？对啊。今天我结婚，大家吃喜糖。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谢谢。有空常来串门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爱心姐，你这身真好看。啊，谢谢。怎么样啊？来，喝口水。哎，等一下。封口红吸管好。可以啊。啊，怎么办啊，姐？我好紧张啊。特别这么紧张吗？你们俩紧张什么呀？不是有我们吗？
是不是？对呀，有啊，别紧张。你还是紧张。第一次见到闺蜜团是一堆男人，还挺逗的。他们都是我的男闺蜜。我回来了，外公。嘿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哥哥已经去迎亲去了，你赶紧的。还有一个多小时呢。那我也着急呀、啊。想当年我娶你外婆那时候，我一宿没睡，一大早我就去迎亲去了。哦，赶紧换衣服去。我得先洗个澡。还洗什么澡啊？我刚跑完步，一身汗，有味儿。这一对，去啊。哎，小白。上闹钟，不要洗过头了啊！啊！哎，小白，洗好了，赶紧下来吃早饭啊！啊！哎，小白，你顺便把那两个姐叫下来啊！啊！还有别的事吗，外公？没了。那我上去了。啊！啊！下来吃饭了。知道了，先去吃。外公，哎，来了，哎，让外公看看。哟，今天啊，最帅那个就是我们小白了。哎，他们呢？啊，他们说想多睡一会儿，让咱们先吃。啊，哦，坐。哎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吃多点啊。喂，他们还没起来，会不会晚了？没事，外公，还早，来得及。哈哈哈。你说现在的年轻人，真坐得住啊？不，哎，小白，还是赶紧把他们叫起来吧。这我不大事。好，早啊，外公。外公早。好。早。哇，这么丰盛啊！谢谢外公。不，哎呀，来不及，去接人啊！吃一口再吃。不，这不大事要紧啊！吃口要吃个早餐再出发吧。谁让你们起这么晚？准备好了吗，兄弟？请吧，新郎官。腮红打了吗？嗯，刚打。哎呦，这时间差不多了，我看看他们来没来。银口总。啊，待会给你们直播啊，拜拜。那我也忙，千万别紧张啊。那我也先去了啊。好紧张啊！别紧张。哇，来了，哎，彭生来了。找你干嘛呀？我没见过。哎呀，我没有见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嘛。还挺帅的。嗯，确实帅。我们家沈哲也像模像样的。刚看到 SP 的人了，今天绝对是场硬仗，兄弟，加油！九七，红包准备好了吗？当然 ，good。但是我们要合计合计。合计什么呀？一看就没赢过亲爸，兄弟。你赢过？我。周一，小米哥呢？嗨，
我也没赢过。我查过资料。哎，还有多久啊？十分钟。队长，千万不要紧张，今天所有事情就交给我们。你就放心的把你的新娘子迎娶回家，毕竟我们是最优秀的伴郎团。好了，出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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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他们来了，快走！哎，来！我，不是说还有十分钟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还有八分钟。啊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今天我是娘家人，谁都不好使。规矩，红包，红包，红包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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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包是吧？有，给。那可以了吧？关门，关门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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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你才不像，别这么紧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进了，走走走。行行，两个，再给一个，行了吧？够了吧？关门够了吧？接着关。好，多给几个。新郎发话了，好吧，五个人，给你们一人一个，再给你们仨，不能再多了啊。这总行了吧？那你让我再看一下到底有多少诚意吧。我一共就那么多，我还得发呢。哪里？你这个，你这不行。这个交给你了，我。静静，今天你得站在我这边。我是娘家人，凭什么站你这边？那可是我娘子弟呢。哥们儿，你手放哪儿呢？你别占我老婆便宜啊！我告诉你。行了，别套近乎。你们想要进门，首先要先过三关。哎，过三关。来呗。第一关，限你们在三分钟之内把这碗面吃完。来，我先来。等一下。哎，慢点。哇，可以了，来来来，快点哟。我变得不像我自己，初次见面是见到你心不知不觉，慢动作无法暂停，有你的每一天空气都特别新鲜，想拥有你游乐园的入场券，有你的每一天阴天消失不见，努力再多一点多一点，让队长，队长，终于终于我父母母亲温柔无边际，天空落一场太阳雨，像个奇迹不可思议，原来油漆桶上，两个人合力30秒之内吃完一根饼干。啊！我们没女朋友就算了，还要一起吃这个呀？对呀、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宇哥，来，好啊，准备，手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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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鼻孔上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每一天，乌云消失不见。现在是最后一关，
三问三答，回答完这三个问题，你就可以迎接新娘了。我进去问我妹。哎，如果答案答不对的话，新娘可接不走啊。对啊，来吧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一次表白，谁对谁，什么时候？我对他，在芝加哥。对了吗？答对了。可以。行，那第二个问题，你们俩第一次吵架在哪儿？为什么？在 solo 的老房子下面，因为我怕他不够爱我。对了。好的，那最后一个问题，不会让你这么容易过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你会不会像第一次遇见他那样，永远站在他的身后，永远做他最坚强的后盾？我会一直在他身后，做他最坚强的后盾。那我就把我最好的朋友交给你了。嗯。一瞬美丽的梦凝结在眼中，一颗星划过夜空，陨落在你手中，多想你挥动，眼泪是来得及的重逢。我来接你。Love you go go，星空模糊了眼眸。 Love you go go， 是我的心还在动，每秒钟我画着记忆在心口，那眼泪你会懂。 Love you go go， 星空模糊了眼眸。喜洋洋的啊，上海、新加坡、广州、芝加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能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比赛的地方吗？这可是我们队长的爱情轨迹啊！啥是爱情轨迹啊？伍佰把他比赛过的城市都标记了出来，同时这些地方也是他和爱情留下特殊回忆的地方，可不就是他的追妻轨迹吗？可以啊，比赛追妻同时进行。嗯，那是啊，要不然怎么把你们 SP 最厉害的女神追到手了呢？我靠，你这欺负黑人少是吧？就欺负你们啊！几位先生，请问你们是男方朋友还是女方朋友？女方，女方来。哎呀，你们还分什么男方女方？两边都有。这么大方啊！学着点儿，
哎，我这，哎，爷爷，外公，外公，来来来，今天是你们的大喜日子啊！哎，发红包了，对你的，谢谢爷爷。对你的，谢谢外公。对你的，谢谢爷爷。对你的啊，谢谢外公。外公啊，我们这个红包厚度是不是差太多了呀？咱们家的传统，重女轻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又怎么啦？孙子和外孙一块结婚还不高兴啊？这结婚了，镇静一点。韩山爷，爷爷有话说。爷爷一直啊，对你比较严，对不起。其实，在爷爷心目中啊，你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孙子。哎，过来呀！来。这，我还没说呢。小白，你也是外公心里边最值得骄傲的外孙，我以你为荣，啊！爷爷，那我们呢？是啊，外公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也要办吧。好。老大，队长，婚礼要开始了。快点准备啊！外公，我扶您过去。爷爷慢点走。现在，有请两对新人交换。两对新人，你们谁先交换戒指呀？你是哥哥，你先。你高，你先。你帅，你先。哟，客气了，你比我帅，你先。两位新娘子说呢？我们先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两对新人一起交换戒指。原来是你。
结婚。不要。想结婚。现在，两位新郎，你们可以亲吻你们美丽的新娘了。重逢是意外的收获，有好多话跟你说。不知道你是否记得，那一刹熟悉的一刻，它唱得多像你和我。谁哭了？这是。其实我有个问题，忍了很久了，一直没问，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场合问一问你们，你们觉得明年的冠军是谁？爱情先说吧。当然是 SP 的。好。想得美，就是。吴白队长觉得呢？不要怂，队长别怂啊！别怂啊，队长 ！K K， 我今天听我老婆的。反正也没来，要不先改个论文。上次请你们吃牛奶面包，这次请你们吃喜糖。大嫂都这时候了，还有心情发动态？来了两位，通往幸福的门卡，一个十二楼，一个十三楼，拿好了。走了。走吧，新郎官。加油，队长！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，队长啊！快，快快快快！行了，来，上吧，兄弟。老婆。小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
哥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回来。哎，不是，哎，队长，你去哪？我大嫂，大嫂，你们来这儿干嘛？完了，我被做房卡了。我们来祝你新婚快乐。那个百年好合。早生贵子。嗯。那我老公韩商言呢？我们去叫他。你叫，去叫他，去叫他。走。老婆。哎呦！吴白队长，你这可是从我们这些老朋友手里抢走了这个圈子里最有名的女神呢。你现在可是深入虎穴了啊！啊！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？韩商言都走了，你们还不走啊？哦，这么个机会，洞房里闹一下吧，小明。当然来假的了，你看手都放哪儿了？吴白，我们最好的兄弟交给你了啊！你可不能欺负我们的女神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这儿可都是娘家人啊！听说了，他要敢欺负你，我们是最强的后盾啊！走了，走吧，撤吧，好，走吧。注意小心点啊！嗯，拜拜。你锁门干什么？今天晚上我不想任何人再打扰我。十年了，你知道我多开心吗？老婆，老公，老婆，老公，你刚刚喝那么多酒，肯定没有吃东西吧？那你先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干嘛？今天晚上你还有心思吃东西啊？进去看一下电影吗？看什么电影？你猜。哎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找我？兑现赌约呀。什么赌约？别装傻，相亲十次。哦。啊，行，那个等到过年回来之后怎么样？好吧。干嘛过年啊？就今天，哥几个都等着呢。今天不行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回去啊。有什么事儿？你回来。看那个，我妹妹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还当真了？我这好不容易准备的。不行不行，我这还没准备好呢。我，你准备什么呀？你就多聊聊嘛，人家来都来了。你别当热身了。哎，你快，我这多尴尬呀。没事，这什么聊？哎呀，没事啊。别闹，妹妹，这个是我老板 solo 王浩，你知道的啊，慢慢聊。你好，你好，有戏。哎，交给你了啊，我有点事先撤了。放心。干杯！干杯！哟！啊，兄弟们，明年的冠军还是我们 KK 的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加油！下次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对啊，明年冠军肯定是我们 SP 的。想都别想。
点人家。没关系，让他枪一次，长个教训啊！年轻人就该这么闹腾。对呀、啊，都没对象，对吧？闹一闹，火力旺旺。你该好好玩吧。哎，你在水里好好待着吧。去、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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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是不是就剩一个啊？干杯！哎，帮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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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来来来，来，公平竞争，公平竞争啊！哎呦，有飞碟，我劈掉你！哎，现在 KK 的就剩下你一个，就一个了哈！哎，你这个牌，我不能走呀！哦，我结婚了，兄弟，而且我觉得我老婆不会忍心把我推下去的，对吧，老婆？我呢，是肯定不会把你推下去的。非常非常感谢女神愿意来帮忙，谢谢爱情姐。哎，随我叫女神。啊，谢谢女神姐。我也要谢谢你，林总监。哎，不要谢我，应该谢大神。谢谢你，小白。So。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希望能跟女神合个影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来来，学谦来帮我拍一张。啊，来，哦，快一点，儿子，磨皮。啊！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上海，我们的新赛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。今天国内的夺冠大热门仍然是 KK 和 SB 俱乐部。又一个新的赛季如期而至，十年来我们从未有一刻放弃过对梦想和荣耀的追寻。有的人克服畏惧一往无前，有的人突破自我曝光成长，有的人精进不止闪耀光芒，有的人始终如一热爱不休。KK 战队选手请就位。选手请就位。而有的人即使短暂离开，也许有一天会梦想归来，再次踏上这片赛场。从不曾面对未来，徒劳的徘徊，集结起伙伴别走散，无可取代，去追星光大海，前向着时代，积蓄的能量就要爆发，哇，比赛马上开始。这是我的时代，也是你的时代。